要去上厕所，就没有先搞这个。啊？然后说反正就超时，就给他超时。已经超过8分钟。笑死！教授会一个鬼。对啊，我说，所以你要。没有，只是上个厕所。那这样多多少钱？多了40，就多了20，我们少了40，可是多了20，所以相当于几？还要付20。对。魔法师，我要去二楼上厕所。啊，你要去二楼上厕所。然后大家又哎，怎么又超过了2分钟？不然就爬楼梯。爬楼梯呀、啊。